로 소개합니다. 마라짜요 고비 목도 동시모다. 아멘. 할렐루야. 빌링은 또 반짜리 강한 예수리스도 또 소개합니다. 또 안수군이지. 이만들 또 삽니다. 시못. 목도로 앞으로 130소.
什么好意？一代今年都念到台湾，好长个待过天道下。我当传道有34年。噶啦天道下阿那么不好意，莫39年都。那我有到和平这个区域啊做实习的工作。哎呀，那39年卖好意，你去去。是只爱个一点点，怎样？我系安尼了解。那跟大家相处的非常的愉快。噶啦在一点好意，阿哥啊，噶你把感到诶。你们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哪等好意？阿等好意，伊个爱哥啊，噶发展那么大困难了得。因为你们给我喜乐。给我信心，给我爱心。什么好耶？都生在有刀刀啊，原来不行过那么有爱心那么大困难。如果没有当时的，来到这边来实习，可能34年的传道工作可能做不好。好了，大家好耶！俺在一个那个阿幺诺啦，啊，比起过一点啊，只只阿个带你好耶。好了，一点都到那39年好耶，别啦，多少多得过拉卡头耶。感谢主，34年呐、啊，平安度过。噶一天都拿39年过，那天都消化好耶。那哎呀，过那个那个的。但是34年没有一次来到这边来牧区啊，来牧住牧我们和平小区。噶过年了好耶，一天都拿39年，刚开天都消化好耶。咋耶？带你阿位阿弥陀佛，多年瓦黑的阿奶奶啊，丢开喂。我们传道人呢、啊、很清楚哪一个地段是黄金地段。不管哪一个有天都下，一朝一股一金麦，一朝麦贵了股金，阿标杆。不管哪一个有股高的天都下。我们和平小区啊，是我们传道人最抢眼的地方。是啊，一定要跟人哦，和平木下了呢，好，有高阿发山，有巴鲁木山，那天都下，我哪来个股，啥来股天都下满面。所以没有派到这边呢、啊，就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资格。我爱按这个代理呢，对呀，我爱按那标杆好耶。哎，我找找不啦，天不下多啦，找个这个找个啦，一开上了这个代理。所以能够派来这边的传道都很优秀。是啊，我代理完天不下好耶，啊，不是呢，我优秀还能挂兵。但是小弟呢，退休了，已经不优秀了。要回来好，说说白好，没退休的啊，没退休的，这个都优秀啊，那得。是因为啊，这个宠惠啊，欺负者体谅老人啊，体力不会像年轻人那么旺盛，所以派到这边来。这个好耶，我都安生，都跟人家去说安生的好耶，啊，把带呢，你都那边赚好耶。希望这一年的约聘的这个传道工作。能够有你们的帮忙，有你们的帮助，让我更加的有信心。那来喊你，一天天都念赞，念赞好意。不搞么，我就不带些赞了嘛。哥啊，伊拉不比他们那么多啊，太阳嘛哥。我想这个新的一年呢、啊，我用这个摩西上西乃山来跟大家互相的鼓励。一天天都念2020，喊你都念发落一面赞，都啥要阿叔不哩好意，我啥说人那不好意，一天天。我那去某些好意，哎，他老爸爸喂，他老都不塞，都老都不出来西南山哪来来？我们这个蔡弟兄啊，告诉我早上安息日有放送传欢迎传道，下午呢是敬老会。呀，沙发坐你的好意，爸爸怎么好意？我比我做安多，我多阿塞，山来，妈妈老懂啊，啊，我阿这家好。我爸爸这么好，我比一来先比方银行多得多些。三年个发作没大，慢慢的好诶，我尽量会，三年好诶。我经过跟蔡弟兄的商量，我说这样不太适合。一来我说呢，我那得多些好诶，少了，俺说过呀，我特别机会好诶，啊，这个倒不容易，多年俺说不定再来。因为安息日啊，总是要一个正式的一个聚会。什么人好意？我安叔给你咋咋好意？那都不能安叔给你谈了来啊，修改。不要从头到尾都是连理啊，这样这个安息日的意义啊，就有一点失去了。啊，那第二把发生，看来看来哦，还多少都老了，好了就好意。
啊，都在这个比较多安顺不着的。如果有外地来访问，还是要讲道理，然后做联谊。啊，你咧这个比较忙哎，那你做哎，带你去到那好哎，啊，那么我安顺不你操哎，你那个阿个心，哪个那个心啊，你联谊。啊，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联谊大概都是下午。哎，太过分话哦啊，你不喊那呢，都个比较个好哎，哎，你咧也慢慢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来讲摩西上西乃山。哎，那你爸爸真多少说人好意，我那去摩西好意，带来多呢西乃山啊，奶奶。我们为什么要讲摩西要上西乃山？嘛那说了你大姑娘，卡拉达多过十年，摩西多呢西乃山好讲。啊，因为以色列出埃及，什么人姑娘以色列当着好意，哎，马上大概多呢，你记不懂。然后借着摩西带领他们过红海，然后走旷野路。烧起摩西不好意，可以听听了好意，不要回头你哦啊！过红海，带你听你听呀啊！克啦克啦的。然后呢，到了西乃山。啊，不好意，还要听呀，西乃山奶奶。那主要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这个目的为可以听摩西到以色列了，怎么着意？就是要去西南山，我答对了，对了啊，西南山，为什么要去西南山？妈对了，对了，西南山好呀。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你今天能到跟家啊？出埃及记十九章九九九，第四节，大勇士，读到第六节。阿里第尼六十，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你记得那个什么？刚才的呢？啊，九九九勇士。啊，我来念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今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神啊，叫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哎，我做了诺，告我提摩西好诶，把西班牙都以色列当着。啊，你们呐，是，我带领你们出埃及。哎，刚好一个人的那个，马上那个呢，你记不懂。那你们神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们都看到了。哎，这个在奥义，我明白了，那好义嘛，阿郎都那么。啊，神呢？啊，这边说我呢？啊，我说侬搞啊，搞不义的呢。鲁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哎，马上都呢啊，巴郎。你们看这种的哦啊，它变变没了，不变了。所有的鸟类啊，能够飞越高越远啊，就是老鹰。我俩我把那阿哥骂了阿哥，你这你这快，我俩你这跑野，那阿哥阿哥跑野，哦啊，一开野都我俩，哎呀，我俩喊的阿米达。那神啊，常常用这个。最有能力，最有权威啊的这种动物来做形容。我搞不少，伊原来都牛动物，阿咪把蒂那都都吃了。伊家伊爱，伊来过年带下来啊动物。比如说像《启示录》里面有四活物，啥蒂那个很大，一定叫人母蟹肉好，伊来过来四把蛋来搞一百阿包。啊，那四活物一个是狮子，我啥个再好伊我啊吸血了。那第二个有的像牛，这个做啥会？把这些都侮辱完了呢？有的第三个像人，这个做老鹰，把这些都牛啊，等等。第四个呢像老鹰，这个是把大人好，把这大人说的都完了。你就，完了还没有，没做事。因为这个四个都有代表性，都是在。这个动物里面的是最有权威的。上面说了，和你都来动物都来十八大人的好语，他一大人来，咱这一次来啊，动物里面。
那老鹰在鸟类里面是最强的，是可以是鸟类之王。是啊，我讲你这爬来的好，一点点动就干了，哎呀爬来的好耶，我打扮我打扮我哎呀不啦，你这看的呢？哎，啊，把以色列人啊，神说我像老鹰一样把以色列人背在我的翅膀上。是啊，如果我杀了你好耶，所以你那干么？我非到了以色列咯，哎，我发安那个，啥个抓给你搞干喏，你这不白拉扯。啊，为什么不讲啊？这些狮子带领以色列人？那么说了这个说了呢不你啊啊西西安的呢阿米克里多拉伊斯拉罗当当在地面上动物最强的就是狮子哦那今天呢刚才是安的好像吃来好的不你啊西西安的那可是神不选他那不你啊告诉他才个西西面的过来那好啊神这里的用老鹰来形容带领以色列人是个大吗哎，韩尼拉多牛，你这给了阿米克多牛以色列了。啊，目的在哪里？一追不啦，拉郎亚呢，不给给他。因为老鹰把这些能够背在背上飞起来，没有经过地面上的这种灾难患难。什么好？我哩就办了呢，好，发发阿尼拉这个讲，我变老鹰，主我这个哎呀，我打打阿多牛啊，我稍微给你思考给啦。表示说。神用老鹰背以色列人，就是带领他们很顺利离开埃及。我那听那过多年的很难的好，五个娃子好一发发，安尼那个以色列人当到啊，一点点啊，毛乎一点点，大概来讲。这个形容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虽然是受逼迫，可是呢，很奇妙，很最轻松、最愉快，很快就离开埃及。是为难的人好一点点，等下起步都得比受苦的人好一。马路拉耶怎么样好耶？过来好耶！马木盖，马路拉耶，伊家里来马木盖怎么样啦？那在这个离开埃及的时候，神降了十大灾殃。啥个好？啥比利亚少多多啦？一起不讨耶？发生了高温波，那得怕那奈多尼哦，看多忙一怎样啦？十个都是神迹奇事。啥？那得过年啦？啊，看多忙怎样哦？啊，都是奈哦，奇事奇过来难。所以把这个。埃及人呐、啊，降了十个大灾难。这个一点点多年，巴拉多年好，努顿姑娘啊，哎，他罗来亚的啦，你阿拉登记啦。啊，十个灾难里面呐、啊，这个埃及是黑暗的啊，以色列是有光明的。这个一点点多啦，好了呢，多年埃及呢好，怎么呢？一点多年以色列好耶，米弗多啦啊，努顿潘尼卡多麦赞好耶，他们阿拉登记啦。那。所以十个灾殃都在埃及受苦受难。这个诺德国瓦超外好意，伊伊拉爱奥啊，可能再过了啊，是不当着。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过平安的日子。是啊，为什么当不到平安了？好意，怎么个吧？还过奥利比啦？所以好像不知不觉叫他们离开了。这个好，这个地方难好意，啊都啊，亚萨来都多少年了？没有战争，没有流血流汗。哎，这个比如我，我不流血了，我不这样子嘛，啥大概的？就这样子平安度过，就好像老鹰啊，神这像老鹰一样背着一些人出来。这个好，伊拉不黑暗，那说的没啦，把状态都隔离起来都，我变了啊，你就啊，麻烦了起来。他们虽然有过红海，埃及精兵都在追杀他们。所以马格多尼亚红海很难来好耶，原来米利布莱阿苏维代诺一起不多。可是他们过得很平安。啊，为了是要好耶，啊，埃布拉卡提拉多拉红海呀。迅速，埃及人的军队被红海呀、啊、淹没在这个海上。啊，为了好耶，一起不多，很难来好耶啊，苏维代带了多拉红海很难来好，打不安的了，一点了马路里啊。所以神啊。在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是老鹰背着他们一样，是啊，他人好耶，啊对呀，啊，把这两朵你这阿弥发发到以色列当中啊，马上帅起来。所以要背他们要怎么样呢？要做神的子民，是啊，发发恩民的好耶，我让咱把他好命啊弄好啊起来，而且要叫这些以色列人要遵守神的约定。啊，高丽老为什么要当着好耶？没多少，没多少，都没啥法子赚到大把钱。
所以把他们带到这个西乃山。자好诶그리하면아다니엘도냐시나산하나나去西乃山要做什么事呢？에가면아다니엘도냐시나산범위만할게要上西乃山呢，第一件事情要他们要自解上殿。这个好诶，哎，到了多了西乃山那里好诶，你要啥啊？带了阿米诶，多了啊，我们也来。哎，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十一节。第一段呢，你能那打好你段呢，就叫小诺就一些。我们先看第十节，出埃及记就叫小诺啊，一些一些。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全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第十一节，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好、哦，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上。哎，我带他到了西乃山上了呢。所以要神要降临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叫以色列要自洁上殿。자베클로파토로누카와토이스라엘감자하이지분와미마타토다테르간낙타이라산好，但是有个规定。要不然啊，伊勒古拉啊，帕图库恩。西乃山的这个山下这个界限，以色列不能摸，不能进去。那不然好诶，伊特尼登达拉塔图库斯拉西乃山好，干了好诶，伊勒古卡里安安南古拉好诶。这个我还没打过以色列的战争，所以要自洁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亲近敌人。是啊，我那说多了好，你妈那真给我打敌人安神的好意，我那说多了好意，阿卡兵也突破发现人来。那意思说不要有隐瞒的事情。是啊，我那一面多了好意，阿卡奥克兰神那过来一面多了难好。那所以在这个神要降临的时候。大家都要保守圣经。这个伊拉伯人信仰上人的好意，我说多人好意，一定要阿弥啊，保守其他都他得让你打。所以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要如何的要保守圣经。是啊，我那说多人好意，其他人的好意，你看就不是个啊，你打啥老板？因为神要降临，什么好意，我告诉好意，一定要保护。这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你呢，要发落海，海南的阿皮，然后你要找到方案。就好像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立志，要自洁上天。是啊，马上呢，都要发落海面，这岸海南呢，一定你给他基本话，你起码他给他啊，带领都要欧米啊。那神要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带领多少呢？西乃山好意。那个有雷轰，有闪电，有密雨。这个一个刮风来，一个刮飞机的，一个可能灭着来，还有脚声的盛大的声音。这个一个可能打外啊，一个刚来喊来。所以神要降临一件事情，还要自洁，还有地震、雷轰，还有这个脚声。所以我说的你好意，带了多了啊，他带了喊来好意。啊，伊拉爱了这块地方，伊拉姑姑娘，伊这里啊，我啦，这个盖好伊，他妈的，从大天安神来。可以说震动天地。是啊，伊拉不老说多，伊拉姑娘啊，可能爱那个啦。神的降临啊，天地万物都要这个要震动。这个伊拉奥努卡瓦山人好伊，伊今天都讲全世界好伊，没有爱啦，为啥个啦？所以如果没有圣洁啊，就要被。追杀了，这个好耶！俺们在个地方，他造业，这个造业，我不怠惰。所以呢，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还没答应你，都在地方，他出你有些个什么的。好，那摩西上西乃山的主要目的要做什么呢？这我们请摩西好，带了多了啊，把这个做多了西乃山，没密码。神要跟他颁布十条诫命。把西方的阿努卡瓦都阿萨说了，你要多了啊。都你有三个字。那这个十诫里面，是啊，你今天都俩弄得把三个草意。我们发现啊，第一条到第四条，这个把放那给他，这个今天这个在，明天这个是八条意。里面告诉我们不要，要拜不义的真神。这个一年好意，这个再好意，这个告诉他答案没答。没有第二个神。我也不是个多傻的哇！第二个要雕刻偶像，是个多傻的呢。我阿卡比多尼罗哈克拉的哇是那么。
第三个不要跪拜偶像。这个都安得好，阿个比大王都恶做出来。啊，谁要去拜偶像？谁要去做什么事？要追讨他。起码不能大王都那边都不安，这什么样的好？这个这，老话都搞死。啊，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所以听到了啊啊，可是那个怎样？二十啊，你就笑了。我先。五节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是不及止，直到三四代。六节爱我所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啊，这边告诉我们，上来快去把奶奶给他呢。这边说，谁去拜偶像，谁要去雕刻偶像？神要追讨他。前面讲多多爱，按照前面讲打，你打我们巴德拉人，这个招的，伊拉无主意，真的。而且呢，追究到三四代，这个好诶，一点点姑娘被他都没了，反正呢，这个多罗阿代，这个斯巴达阿代是的啦。我们呢，一个家庭，也可以人家说同堂世代，这个有几大的呢？有再包罗多罗马好诶，按照好诶。伊拉姑妈、阿哥、伊拉姑爸妈，按照马里古马里话，能带吗？那，你蒙神祝福，你可以看到你的第四代。哦，你的爱慕塞外，侬搞是当然好诶，马能能诺啊，米大姑有带啊，说那一大。好，那在这边要谁要追讨上四代？意思说，你要亲眼看到神的咒诅，让你亲眼看到。那种悲情、悲哀的事情，所以我老说个你好哎，人人都啊那点爱不出你说，我多多多多就说，嘛阿老嘛没老说话起来啊，发出耳朵呀，结巴怎么搞啊？所以人的身上有如果有灾难的话，哎，大家看他你来发起来我稍微哎，还算小事，哎，还要过来那工地还过来那去了，但是看到孩子子子孙孙。都有患难，都有灾难，而且好像你亲眼看到他们这样子血淋淋的这个痛苦。啊，喏，大拉多娃娃一说，啊，这个大拉多啦，孙啦一说，那大拉多啦，孙啦孙说，马阿龙说话的嘞，我打你一。哎，这个就是说，拜偶像的结果是非常的痛苦。我拉说到了你好意，我结果结果喏，比大麦多，比三米矮。所以这个实践。是显出神的慈爱，显出神的这个忌恨。是啊，一点点的呢。你得阿斯里克是侬搞啥呢？阿拉真好意，伊拉爱国爱侬搞阿斯，伊拉爱国个天理爱哪位？所以这个诫命呢，是遵守不遵守的问题。是啊，一点点的呢。阿斯里克是好意，平安国，你如果爱，阿都在边啰嗦。我们刚刚讲说。要自检善殿，在我那说对你好诶，起码那政府打电话按那开了多少五米啊？那怎么样自检就要守律法？在什么人啊？没起码那怎么样？哎，你去过给他多尿立波啊？为什么要守律法？那没多少给他多尿立波啊？奶奶，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有罪，什么人呢？全世界这么起码好诶，一个爱不著名人。那神在这边特别拣选以色列人做神的子民。是阿弥陀佛，我稍微打骂，喊你来以色列罗啊，骂了好名都没啦。所以要成为神的儿女，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啊？是啊，骂了我都搞我稍微做，你当面给爹都哪一头搞过？上来做啊？主耶稣这样说。我说阿弥陀佛，我也阿弥陀佛。他说啊，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的你们。做不高木苦米哎，是不是没得过得过呢？我看过苦米都是，你是不是没得木啊？那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我俩信过没得好，不然我不高兴啊。我们必须要保守圣洁。这个该好的，一定你给他啊，你到木东呀，这个把它放在这里。我们要遵守这个诫命来保守。这个好的，一定你当做木东呀，是一个才能来。如果我们能够保守所这个诫命，啊，那嘛，大富一大富呢，啊，神就是高兴，神会大大祝福我们。这个做一大，好，那我必须问了嘛，介绍一点呢。我们看那个二十三第六节，你今天多呢？你继续呢？你就落实。
第六节，你带到神。二十章第六节，你就三节喏，第六六节。二十章，你至少喏六节。哎，你来往大概少些了呢，哎，你至少喏六节。爱我所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边说是爱我的，所我的诫命的人，神会发慈爱。今麦可比如说爱多少一个村的嘛，不好诶，这个咋好诶？哎，我不然那个多少其他爱在哪？直到千代，大了一他不在哪？不是上四代。主啊，我带来的都是那孙阿孙，就是你的意。一家人到你的子子孙孙都会被神祝福。那个一点都歪歪，说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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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带来一发，我只不过是不过神给他。这个是所建立的呢。五年呢，也不多说爱多少一个才能来。啊，所以我们呐、要常常聚会。哎，我还没到，阿哥啊，嘛，多给多给米修啊，米修改多给他。啊，聚会的目的在哪里？哎，修改我 OK， 来，第一件，哎。我们是拜神啊，没，我们做一个蛋糕，我都搞啊。因为传道书这样说，我说咯，天道上这个传道书里面形容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是啊，我说了，你要天道下来，你好，如好呢？哇，如好呢？如好哇？如好如好呢？凡事都是普空。哎，我来改过来了哦，要再带多少？没有，不带多法力。但是传道书最后的总结，啥改过了？天都晓得啦，去做弄伊啦。哎，他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是吧？一面的人好哎哈，一点你干么？只安逸，麻木说搞哇神，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来话，我还给你定义啊，照顾好你大儿子干什么？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目的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歌颂神。是啊，我呢目的在这里，我们这里是干啥呢？好，弥山壁，你要去读高啊。我们呢，在这边，在神的圣所里面，就好像在地如天。是给他一点点的呢，是干好意，马扎太多一点点天国给他拿的呢。在这个地方是天国的一个所以。这个一定的给他好意，马扎太多多啊，他他带了阿弥陀天国。天国怎么样唱诗赞美神？我们在这边一样唱诗赞美神。什么呢？给你天国可比三比个，他给你爱给他阿弥三比个一点秒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就是进到天国一样。这个马扎太多给他一定的多呀，教会的奥利朝会，马扎太多你准备等待天国看的来。所以能不能得救？目的是有没有常常聚会？这个把人给他们中途带过行的，哎呀，阿能带哪个教会？不然呢，我们怎么？啊，我们都年纪大了，哎，给大家点好耶，把多啊，谁在给大？啊，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哎，我只讲到，我给多少呢？所以，我们现在都很健康，谁知道明天如何？阿你呢？经过给大家呢？哎，俺只讲以后给大家，唔知呀。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东部常常在办丧礼。啥？我们在忙，我们在这里玩，哎，阿人呢？起来，起来，这打饭来，起来，一号，你到那边说。感谢主啊，大家不要难过。给他好的。刚刚讲到了，他这个心肺给他都发呆。信耶稣就是要得救。哎，什么人给他？你信耶稣在给我买几十万的好耶？妈妈给你一定再给他给了。我发现有的活到九十多岁，哎呀，吃也不好，牙齿也不好，什么都不好。我妈他们好，舅舅那些干过噻，发福那些，我妈的熬不完的，哎呀，这个老妈干，要干不过了才叫熬耶。有的人躺在床上。我老妈他们好耶，他在那晒点干不干？要人家来照顾他。呀，给不到喽喽呀，外劳啊！如果没有这些人来照顾，那谁照顾我们？啊，那我谁都没理不带，我把他都不要再提起了。所以呀、我们到教会来很快乐。这个带你给他教改好，苹果给他给了，这没办法，还给他啊！所以我们要活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就是要仗势赞美神。这个毛利给他好意，一来一股牛劲的，也麻烦那毛利咱们上边干去了啥？圣经里面说要守诫命，你天天在神的爱中里面，你不会感觉说诫命不诫命的问题。是啊，一来不拉说，不拉三个，突然弄得把人呢，我弄得你给他们三遍，你奥利少耶，我妈
马兰古拉，马兰古拉，塞里格。啊，现在政府在推动什么这个反渗透啊这种事情。哈，马吉勒哦，不，吉拉吉达尼尼好伊，阿德勒多拉啊，伊勒多拉，索尼马兰，塞里阿米亚米米金沙。好像很恐惧哦，好像随时随地来跟你查办一样。那肯定的啥？起码我们到住啊，住住了那古法阿达格尼玛啊，小心给石头砸坏手。啊，所以啊，这个有没有对我们信耶稣来说不重要、不可怕，没什么关系。啊，对啦，给到信耶稣阿娘娘，你看这多嘛，这什么？刚到我们起码都给他砸坏，一来这什么的啦？我们不做坏事情，我们不做什么，我们就天天在教会里面，不管什么诫命不诫命，在神的爱中，我们还什么诫命呢？什么好的？这个机会，这个机会老给他，我难过了哈，他打扰他，我拉三个灾难的好的，阿弥，哎，你说啊，给他给他拿来的。好，啊，另外呀、啊，啊，神告诉摩西这样说，我那是搞的，你不说侬搞我过来请摩西啊？啊，他说嘛。你要做圣洁的，要做我神的祭司的国度。哎，刚好耶！神的肉身高啊，马拉塞西诺啊，巴拉卡姆神嘞。啊，这是什么意思？马拉布拉伊米诺诺拉呢？我们每个人要当祭司。小亏他再好，乌塞西啥的啦？啊，祭司的职分是很尊贵的。小马拉塞西安安安好乌，乌拉米拉达丁安好耶，巴拉马奈。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那是那三个大姑娘，彼得哟，前书带你修。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哟，前书带你修。第九节。来表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进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好，这边告诉我们。五十万都告诉你。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刚我喊了你好意，人民都说那不阿菲娜扎山才来，是进驻的祭司，这个好意刚我们说喊了你阿圣洗，圣洁的国度，也比方说在喊了你阿国民，也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好意我听到了喏，高瓦斯，所以这个职分呐、是很尊贵，是我念他听了你的好意，他那么阿来去了少，过去。在旧约时代，有祭司来替我们献祭。是一定要好意哈，我都是有塞气，国民国代安灭寒塞的。那现在的我们，是啊，过年了，阿尼尼给他哎，我们直接向神祷告，就现在的给他都，每当每当每多隆都高啊，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什么好意？我不要高啊，都给他站在上个都圣灵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向神祈求。啥个好？直接在给大比赛里都很慢的，是啥人？因为我们是祭司。什么好？给大拿的站在五塞西给大。所以这个祭司的职分是跟其他是有分别的。啥五塞西的呢？阿杜鲁马的呢？好，诶，在这个站。祭司要向神祷告。啥五塞西好？诶，直接做啊啊，每一诺里五塞都搞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每天要过分别为圣。啥给大人呢？好，一点点给大东呀，你看好，麻烦那给大米西人都哪一个厉害？好嘞，好嘞。我们要告诉自己，我是神的儿女。好了，等人不是不难啊，我话都搞啊，是搞过很好了。我们要在这个外邦里面看见，哇，这个是神的儿女。好了，一点点都马上搞不懂了，以后今后诶，我担心我凭什么能够多么嘞？哇，这个是这个神的祭司哦。啊，非常多啊，鼓励我啊 ，no， 你什么 no， 塞西。所以任何人不可以进犯。是啊，给他在当当然好，再跟那爱阿弥卡普多玛拉拉歪。我们神的儿女，神在保护我们。是啊，娃娃都高兴的，一来就民不善都高兴的。啊，所以我们呢，每天呢要过圣洁的信仰生活。我还没到多面，那好意，一定你跟我讲，你妈就是那可以的。我们有尊贵的身份。什么好？以来我大家们呢，还能呢，阿达的那么大。啊，所以我们每天讲活在基督。这个一点点大基耶稣曼谷高院里面的。这个保罗这样说。我说你保罗阿弟念呢？我今天活着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个好，我高院包括好一点点耶稣曼，我个八代包括好一点点爱耶稣曼，才能够我立起你保罗。不活不死都是基督的人。阿那么奥利多，阿那么巴代多，
他都不搞我神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是神的祭司。我专门好了等搞过后一五三七不搞我神。估计是卑贱的，这个是是误会的。是啊，一定要好意，我们还得带五什么嘛，那么帮乌鸦。那现在是圣洁的，是尊贵的身份、啊。所以阿弥陀佛，我的妈呀，再不得什么，那还能阿三七。所以呢，我们要常在神的爱中。这个一定呢，的伊斯兰诺高瓦斯的。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也不要去出社会去赚什么钱。给到你呢，什么公路上呢，莫米想盖我给的。嗯，感谢主啊，我们的政府还要补助我们老人。这个哪也要不补助呢？哎呀，那政府给到那个老农民去健保，给医生看病要健保卡。哎，带来你把一心好意，然后钱包干没打。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已经过了，要满足了。这个还给他包不了的，刚满足都给他满足太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天天唱诗赞美诗。是啊，给他搞的，带你一天在教会，比赛的，比中山街，比别马兰沙皮卡都给他给了。哎，我们要在这边呢、啊，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保守。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哎，给大家念念，我管明明都，我都都。哎，一定好意，喊到不表里得多嘛？接什么？神的旨意告诉我们要追求圣洁。哎，那不如做安了嘛？接什么好意？一定都念给个别杀人了嘛？哎，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上面我告诉你，大好意，我对嘛他在。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要想好的，想圣洁的事。上午放入水，再到庙里，还能两能放入水，还没到，都阿门不高啊，是给啦。不要去想那些攻击污秽的事情。阿妈，他们的人家阿都多个阿明牛哎。那已经2019年已经过去了。哎，一点点把大礼拜给打过了，你先等到99年啊嘞，莫把。现在是2020年的时代了。哎，多少到多少到，现在给了。所以呢，我们要高高兴兴来迎接。哎，我喊他，马里巴，那么给他，你下午都给他。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哎，你跟过卡瓦多以色列当着哎，啊，你跟过去哎，摩西多以色列当着。到这个西奈山。哎，格里带给你哎，啊，西奈山。啊，神在那边颁布律法。哎，伊拉个阿弥，巴沙拉托尼奥啊，奥里，目的在做什么？曼纳古拉，莫克托拉呢？这边是要循规蹈矩。是啊，乌拉那人好意，啊，我们阿弥陀拉呢？就是要遵守所一定的这个规矩。这福禄恩，天哪，巴罗抓罗卡瓦才能来。我们看哥罗西书，连大哥格里塞小，格罗塞小，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格罗塞小来领袖。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五节，哥罗西书你先来带一个先。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借你们信归道具，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这个保罗看到哥罗西教会的这种信心。啊，明天能够去保罗多哥罗西书啊，哥罗西喊了呢，教会都信过了。虽然他离开这个地方，哎，米亚塞多多拉多罗塞还能有盖，可是呢，他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我给他这边好意，把他摘呀，不搞坏事。为什么神跟他们同在？嘛呢，把他摘，搞这边呢？因为他们守规矩呀。咱们这边好意，哎，你说，哎，这边呢？循规蹈矩。啊，嘛人好意，这个阿弥啊，你好，你。多了几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给大马萨拉马诺教会好意，都规定，哎，来过要说啊，大多数，很多规定，啊，很多规定，啊，要大多论，哎，规定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是啊，一来过哈达多论，你到教会啊，奶奶，可是那个是指导我们找一个很好的方法，无论你好意，我把西班牙那给大家多哈，啥个爱要的米哒。不要觉得，哎呦，这么多规定把我绑架，把我绑死了。要刷着还是如果大陆路路教改，阿都马巴里带都不当鸟哎。有人说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吃槟榔。这个呀，怎么能说到了？阿哥别打马虎，阿哥马东巴，阿哥马东一直在来。
有的人听到这三个，哇，就头痛，就不来信耶稣。啊，我罗马当然好，我等于快点来算了，哎，啊，头痛的是吧？其实这个三个不是我们教会规定，是政府都规定我们不要吃那个，对身体不好。做不给大家教开，有师傅也那个算，也特别阿扎安好，阿卡别阿扎他妈不扎奈，阿古巴特巴扎奈，阿古巴特一扎扎奈，有师傅给。因为这个对身体有害，上面好诶，伊咧个个搭配含咧搭配，那你搭个多难听啦！你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规定啊！哎，这样不规定，你就该阿个喊人跑路走诶！你不要把它做包房吃。哎，阿妈那把说的呢哦，啊，那把你带去跑路走，阿干子啥呀？哎，我们现在在组里面。哎，给大家听听好诶，把说了啊。是很自由的。哎，给大家好诶，伊来过自由那么大。所以我们感谢神，哎，阿东，三年你感谢多高啊？我们在这边呢、啊，很快乐。哎，给大家听听好哎，那个奥运嘛，这个多呀，这块八个，不是不是？哎，结束的时候快到了。什么呢？奥运回来都接什么？三年。你别说，我已经老了。啊，阿卡巴说都你阿东都，不是这个多高贵？其实神的时候快到了。哎，那边好，还有个我一个多少来多些什么？现在是世界末了的时候，还麻烦啊！你给到我都都都都二十一块都能世界上来给他。所以我们呢、啊，处处要谨慎。我喊你到啊，那你们安顿好诶，导演。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这样说：“上我说你啊，你保罗提提提摩太安好诶。”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啊，您那边的提摩太见效。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你们得进修得用修第十六节九六十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合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你听你的人、哦、这边告诉我们我说来看看他说、啊、我们要谨慎行事是啊我马上拿带来好意那我也在那里我们这样做我们讲的人有造就而且听的人有造就是啊把算给他好一越来越更好样的也没听到他们的好一越来越更好样的我觉得将来得救哎这个盖好修来越来越更好听的这个得救跟我们教会有关系哎不是更好听啊好一一定你都要把教宗的生命打好越来越更好的因为啊将来神定你的言语定你为义什么好意？修来你谁帮我们这什么好意？这个该要为时代，要杀掉俺阿叔阿婶的。也要定我们为罪。哎，什么来好意？我们还不拉老大不拉大。所以我们要谨言慎行。哎，给大家马上来记载阿叔好意，那好意，明白？所以耶稣也要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说，在基督耶稣和那个姑娘哦，阿以色列人怎么着？我们现在讲耶稣呀。哎，其耶稣也跟你说了。对，摩西现带领他们做埃及。哎，一定好哎，其摩西不离开都是来打不着。那现在他们已经进入到迦南地。哦，带来的给你迦南地他们来。是耶稣也接续摩西的工作。是啊，其耶稣也都国民隔离在那东在都别个的领摩西。啊，这个时候耶稣也讲什么话？是啊，马那一口说了你耶稣也讲。耶稣啊，这个时候已经也年纪大了。是啊，我们的肌肉学啊，那阿妈都阿萨来的一点。所以走出埃及一直到结束。什么然后呢？第二个撒旦干的，那个你去不到，带领给你啊，格拉吉安。亲眼目睹神的能力，神的神迹。这个马木老外呢，马老外呢，马丁以来呢，古尼奥基西金卡瓦斯。现在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耶稣也跟加勒。这个马基丁埃等众太多的卡拉马。他那喊的，他都是爱多少给了，其他的人都死在旷野。是啊，乌毛了吗？一卷不发呆了，一定跟他跟他浪给了。啊，所以现在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这个我们慢慢去，他要跟你啊，挨过来走。所以这个耶稣要得到的心得是什么？是啊，我们呢，过马来拜你耶稣呀，我们看耶稣要去二十四章，人人当然耶稣要去，你就用秀十四节，你就用秀呢，就用神。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啊，这边告诉我们要，真正的意义啊，就是要敬畏神。三哥，我三哥，哎呀，那老少多年了，
马木路及阿尼都教我神来。这边要诚心实意的侍奉。是噶，一点一点的，一家众都发露出阿弥陀佛的教示。所以我们用这样的心来去拜神。还能得发露出一大弥陀佛的教示。啊，我们愿神祝福大家。那来好比，那必须我那么就这么给到再说两个。这新的一年，一点一点的发露还没站。是特别祝福我们和平小区。那来好比，特别。我必须问我妈这什么多年，我还顾好了呢。我的教会更加的兴旺。这个五教会里面大好一点的阿妈哈定。我的弟兄姐妹更加热心。在五三教会里面大好一阿妈东南姑娘啊，行过。而且更加的同心合意。马路在家做姑娘家啊，马路在家。也祝福我们的家庭身体都能够丰盛的恩典在我身上。这个一点的家庭里面大，一大大家人大家在好一伊拉姑娘家中法海啊。미국민으로어마지상이다난참수서비가196소야부교조록방시멋시멋으로야권은미초피아이가무시인스판도라죠보라노마죠가미사니가무칼로마죠노마사니공아이요에저자오치치치가다네과다카아이다来新师班可以吗？我这个也不是姑娘。好喂。我不是姑娘。啊，马上我们说你。在呀，是吧？啊，是的。还早早过了，提纲早过十，早过十点半，十一点不算好的。准备啊，他给他们把他先省的去了。省来。哎呀哥，啊，他打的不上十分钟，肯定省的不算，你刚刚省来。省来。哎，啊，这个新气象。啊，再有一个，哎，班长们，班长们，我们，哎，一百九十六首，马上打上这个，好，那就不要限制，好了，就这么。
今年好运能够大。在新的一年能够神能够大大的祝福我们。那来今天大家好了，我们赚的好运，好买不亏，幸福能够在那。在灵性方面呢，更加的长进。大概今年说了阿方还能来好运，今年够个参加怎么干？在各方面的事工，我们呢，加倍的热心爱主。大概今年大家都各位调解好运，嘛东南的朋友啊，我都赚到。活着啊，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做侍奉神的工作。马尔代比斯卡汉人奥萨卡爱好伊，今年大家都卡瓦萨的代。我们在教会来祷告主耶稣的赞美。所以今年萨基特教会米达拉多斯凯拉诺阿玛杰萨玛。因为现在是末世的时代。萨玛人马巴拉克到乌托罗斯托罗哦啊，龙眼不卡瓦斯。主耶稣在你的时候快到了。萨卡斯凯拉诺卡瓦萨伊，蒙哈代多。用唱诗歌颂赞美神。伊今日撒吉达咪啊，三百加苗栗。啊，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啊，伊今日的比努力比到诶。我们啊，不要忘记小港教会建堂的工作。阿卡岛人咪打，伊今日打个阿教会做俩小港阿教会做，把这里个阿做教会。啊，我们小港教会信徒，大概160多米。啊，我说大概今日的小港来年好诶，起来帮俺干好诶，加不落不着难咩。实际上啊，有经济能力大概一半。在我们放的爱比例分好，哎，我看看给多少能量帮助。那心情好的也可能一半。呀，我爱爱心过好呢，我一半一半。啊，所以真正来做这个健康工作的力量啊，这个是小意在小。是啊，那等好我孩子好哎，阿多明明来过来收喂。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助的带到。哦，明天来啊，都小刚好诶，哦，印度尼米达。因为他们要盖了，这个买地也要盖会堂，算算合起来大概8000到9000万。哎，那更好诶，不是了，用心过呀，哦，十八天的用心过呀，啊，就是蛮多苦了，哈，沙拉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工程。那更好诶，当然也都我们要工程努力呢。他们呢也很吃苦嘛，去种番茄。啥个？那个那个，那个吉普森呢？都啊，那个那个，那罗马奥，罗马奥，那个托马托，卡比达耶。啊，希望有一点点微小的收入啊，来填补这个建党基金。在伊拉过来，阿钱多啦，卡比达耶，托马托奥，伊拉呢，真是赚好几大袋，一毛、两毛、三呢。啊，香港将会又做那个这个回收。回收这些工作啊，他们也在做。呀，怎么样？咱今年好，来来嘛，怎么样？这样，马拉马拉，我相信，不管在多牛，你不能单单摸阿婆的病，俺才好诶，有幸福，俺才好诶，我阿哥，不然能打好，说实话呢，把你打得了，有完了你啦。他们也收起这个发票啊。如果是打好诶，明早给他多牛，马拉好诶，伊拉哥同意发票，不然呢好，等你，说不谈得了不然呢。啊，反正有对。建党有帮助的，他们都做了。是啊，我今天好诶，然后一来盖盖安生的好诶，很省的怎么样？啊，所以就结束了，带领能够今年能够干起来。好了，等好诶，阿你那边站好诶，那那马青省那个，我好了等我。我也希望啊，这个会堂能够顺利的盖起来。好了等好诶，啊，拿书来，看来，马青省你那边站，真的帮助。本来是不想离开，但是因为退休了，只好离开了。是啊，亚拉登好诶，是把他登来站一点了。亚拉登第二个过生呢，亚拉登好诶，退休生呢就去了。但是这都是神的安排。五年你好诶，我弄搞完是吧？别安排五年呢。我们只有在祷告当中来帮助他们。大概一年，很多人没在一天呢，一努力，何必他妈的没打？其次的。也为我们外出的青年来帮助祷告。巴嘎比沙多好诶，给他，也比沙盖阿卡巴盖米达，沙利亚盖米达。在北部啦、中部、南部他们都有工作希望他们过年快到了希望他们平安归来。好啦，米沙盖米达，今年北部安扎奥，今年北达东努班台湾安扎奥，今年南部南来台湾达，南来这边来米努盖安吉拉托尼亚比熊啊。我比如蛮好的，哎，俺这边的民众干。我们呢，因为生活的关系，这个离开家乡，也不是愿意的，那是不得已的。什么好？我上个奥利包海哦，哦哦啊，
明天等下你们上班十块一包，你肯定都比你们来的。希望啊，短短的过年期间，只有我们家庭团聚的时间。所以今天就要被保护人了，这个病了后边，人类好一点的过年家啊，来当大翁，来当仔，努力带起来。希望他们平平安安的回来，快快乐乐的回来。买这么啦啊，黑暗过，拉嘎拉嘎的啦，过能能改啦。在祷告当中，也为一些身体健康的帮助代祷。明多利达山呢？哎，我安明达呀，拉里麦古达提林安。啊，有的信心软弱的也帮助祷告。我们说祷告，拉里麦山呀，西瓜山呀，卡，我安达布拉。好，我们现在来一起跪下祷告。我安达布拉在你那里。我祈祷给他做到那万民。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先请。好，来，这边阿峰来。我后边上，因为我们排了就那么少，后边了啊啊，嘛把等下，所以我后边过是阿幺啊，六百六十个，刚刚好呀，发片做不行是办，不是啊，我有个听错了哈，你先我到哪了到？我梦三个我呢，把你这么多点头下，感谢主了，哎，然后后边来到，多少咱们失败，我们阿奎他这里。 都掉了。我们要在一起，来到每层楼。我们要在一起。
자다도도노가목노팬박공양이라차도비황인안자도비진랑회나나이오냐가목공양자다방다니라이라도기소이에스페스토미시나오나오바라차바이도비호로노냥팬박공양나나이하디네아리바이가라차이노냥아자다방다니라아자다피딘고마구냥아베오리디소난우사내가미하오아미사로봇이간샤아도가락칸아미사미이라자고가락자뇽냥또아이차나나이우리니하오아미샤에와뇽냥아도뇽이바치카라뇽이소이바오라카뇽이소또이라하오고나에가카라뇽냥사이마칸사토뇽냥우사라킨고다이노기르뇽냥아미샤에와또반자라에아아토뇽이소반자라에아라라뇽이소우사내가미나나이이소이에스토이디니소파트리또다가바나의아미쿠비지금부이디니다들만오타짜인니암오사이가마포로오사내가미아미하면단샤나나이나사리사이두니니와파루카이니암이디니반자라에가사반사관반자라에난간이소이에스토하리루야아멘好哎没人到好起立